新闻继续来开始讲，以前警察局伫咧处理交通事故一次到位的服务，去年伫咧交通部第七届全国道安创新贡献奖的选拔，因获得交通执法的第一名，而今年是再度因获得警政署评的最优单位全国第一名。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伫交通事故处理方面，推展以主动、移动、联动的思维，落实主动服务一届到位的策略，以超越民众的期待为目标，具体甲周全的便民措施。伫去年，交通部举办第七届全国道安创新贡献奖选拔，荣获交通执法第一名的佳绩，以及103年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品质评核成绩，也经过内政部警政署评列为全国最优单位之后，今年再度荣获全国第一名。警察局局长黄启德表示，104年度交通事故处理品质评核成绩，包括组织制度、教育训练、前端处理、后端审核、民众满意度以及创新作为，经过内政部警政署评列为全国最优单位。其中评核18项目当中，嘉义市警察局伫13项目拢获得满分，尤其伫满意度调查成绩，更以88.32分名列全国之冠。显示民众对警察局伫交通事故处理的各项表现，拢予以高度的认同甲肯定。该局也将持续以维护民众的权益为宗旨，提供民众最优质的服务。最新新闻，蔡美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